卡士谷。对。好吗？这边有那个饭店吗？不知道，你饿了怎么办？一来就会有没有饭？一来就要找试吃。等等，我们拿去看哈、哦。还是以后我们就住这附近，然后呢就直接每天晚餐的时间带他来这试吃。还是自己买海苔饭回去做？对啊，其实我觉得蛮方便的海苔饭。哦，是可爱的米奇。快走，快走。你看。Mickey 哎，现在是有红酒特价，是不是？我觉得，因为我刚刚路上一直看到超多酒，哎，这好便宜哦！这什么黑标红葡萄酒才185，哎，我没有看过100出头的价钱，哎，拿去试喝，拿去试喝。这个我刚刚也看到有人拿，哦，真的哦，对，这是白酒啦，对啊，啊，白酒今天展示的是这微甜白，我不要喝微甜白酒，对。它几瓶？一瓶83元，哎、欸，比较便宜耶。因为我们之前现在在便利商店看到的话，它一瓶差不多125。这边可以试喝吗？对，不用，我有拍摄，我不能试喝。好。对。爸爸穿白衣服不行。好。爸爸穿白衣服。粉红色。粉红色，对，你妈不见了。哦，她在挑牛肉了，对吧？我今天想要吃牛排，对。哇，今天很热门，过去看一下。大家有看到什么牛排吗？我没有，它是在那个五谷的烧烤店在特价50%。哦，因为他们中秋节快到了。我有看到那个金色上面那个啤酒啊，83元一瓶。然后生干贝，嗯。烤肉的季节快到了，所以大家都在开始备料备货了哦。对。饭店有没有猪脚？猪脚，我是对那个咸猪肉蛮有兴趣的。好，去看看。如何？好大一回。哇，它咸猪肉好多。对呀、啊，它不是一条两条，那我好想吃咸猪肉，但太多了。你买猪肉自己回去解释。不一样啊，就想吃，我就是想吃看人家调味的咸猪肉到底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好啦，那我们来，今天好像没什么试吃的，可以试吃。水蜜桃都在吃，应该会啊。今天人超多的，干嘛？啊？不知道他在啊什么？啊啊！你在开心什么？啊？撒娇啊，是撒娇啊。好啦，继续。还是肚子饿？哎呦！不要扭！哇，终于试吃到了。没有，他们这个啊，最近有出这个牛肉塔啊，但是已经被抢光了。这不是牛肉塔？没有出啊，牛肉塔已经没了。对啊，娜娜刚刚看到这边也有稻草了。哪里？后面啊。娜娜一直在怕怕，而且他很远的地方就看到稻草了。那一片要去买吗？不用，还有对吧？在哪边？它有综合。看看啊。对。啊对。对呀。我在前面的。你买点什么？东尼可可脆片。
哦，但他们很划算，他们真的大盒，但是很划算。哦，有没有？其实比较起来，这样子，哎，这样这么大盒，500一公斤，哎，才399，299而已。对啊，那看一下，他这边整排都是啊。那个比较，我知道你说混合包装对不对？这边好像没有，这弄得蛮有质感，但我没有吃过这一家。这样也干净了。米生啊，有机啊，好像还蛮丰富的。它是什么？草莓益生菌草莓麦片，这听起来好像很厉害。哦，它草莓干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对。草莓麦片，我看它是什么？这个不错，所以它贵啊。它这个是600克，哎，359，但是可以试试看。因为我之前都买这个。哎，没有了，就这个我觉得也不错。香蕉可可麦片，应该是买草莓吧？好啊，对的，因为这个是可可麦片啊，对啊，它这是草莓的，这是莓果，这是综合莓果，这是桂格的。对啊，那这是草莓，草莓，覆盆莓，好像这个不错。好啊，那另外一个我喜欢。你有吗？你喜欢这个吗？原味是没有味道的，你怕它不好吃，对不对？它不是小孩爱吃那种。哦，它只是排便顺畅。好吧，我换一下。那你我们要买什么？还是这边都太大了？我觉得太大了，很怕它一打开，很怕它轮。哦，好吧，那就换了。爸爸，你在6.9加等于几？几加几？我说你那个就是699，然后再等于。你现在考我数学吗？嗯，699+5等于几？你猜。699等于几？699就699啊。699，然后再加个98，再等于几？那我要好好算一下。啊？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有那种小朋友喜欢吃的。十笔，那笔。等一下，我们回家吃饭好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饿了哦。你今天在学校吃东西吗？有吗？有啊。哦，没有还是有？有。放到头都昏了。来，先吃。哎呀，刚刚有那个妈妈拿了一个海苔，是吗？好吃吗？嚯！看你这样吃真的饿，好，快把口罩戴起来。我们差不多了，东西买的差不多了，然后就是差不多要回去了，我去赶快回去煮饭好了，不然的话其实小朋友他会饿。爸爸，那今天现在人还好，赶快去，爸爸，赶快去给我就好，赶快去排队结账。嗯，马上去买饼干。妈妈去买饼干，哇！快点回转，哎，谢过哦。妈妈快点回转。买饼干，我们一定要赶快去的、啊。哎、欸，我们看到你去买饼拿饼干，我们赶快冲过来。是哦。那个70对吧？那件一枚89才买。好吃，不要用刀哦。拿好、哦，好了，那娜娜就慢慢吃吧。我们差不多
要去结账了。哎、欸，这里是卡吉娜的，然后这里是大的。OK， 那就这样啦，拜拜。